ChatGPT 如何我们用它来去作为我们的一个个人教练哈。那为什么我会特别以这个为题目？因为其实很多人最近在谈所谓 ChatGPT，很担心的都是说，哎，我的工作会不会被替代掉？我会不会因此而可能失业了，或者是我的权益受损？但是我其实是要让各位来了解的是，其实呢，AI 除了去分担掉我们的一些工作一部分的任务之外，其实更重要的是，它如还有更积极的一些意义是可以来精进我们哦。那我以这个为案例，也就是说，其实，在去年这个是在韩国第一次有所谓的女性的一个围棋的棋师哦，第一次进入到了世界大赛的决赛。那其实因为围棋界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性别非常不平等的一个领域，那所以过去女性可能得到资源比较少，她们很难可以出头。但是为什么现在开始女性已经慢慢开始她们能够站在一个更公平、更一致的一个地位？因为有了 AI，因为在过去女性的棋士她可能很难得到足够强大的一个棋手来跟他陪下，对不对？陪练。但现在有了 AI 的方式来去变成他的一个教练，能够让他可以去那个帮助他去积极的去改善他很多的一些缺点。那所以因此他的能力就可以很快速的一个提升了。这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例子，因为在过去我们认为好像 AI 好像会侵夺掉我们的一个就业市场的一个份额哦，但是我会认为说，其实它另外一方面是因为有了 AI，它可以变得让我们可以变得更强大。那它其实除了让我们更有生产力之外，也可以 inspire 我们，然后可以从各种方面呢来去让我们可以变得更为强大。那它要如何呢做到这一点呢？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就用就是 AlphaGo，可能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听过这样一个东西，可是呢，大家都可能不太清楚它背后的原理。那我们今天的重点当然也不是它，所以我们只简单的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你知道它为何可以变得如此强大吗？因为其实它里面有两个神经网络哦，一个神经网络叫做策略网络，是要来预测对手什么时候那个会把他的棋子下在哪边？那你要知道他如何去模拟这样的一个情境。所以啊，谷歌他们就让就是两个不同版本的 AlphaGo，新版的跟旧版的，让旧版的 AlphaGo 去猜测新版的 AlphaGo 它的棋会下到哪里去，因为他要去面对的是比他更厉害的高手。另外一个呢，价值网络它需要去知道说我的棋子要下到哪里去，可以决定这一盘棋的胜率。那么，因为你要知道，如果我们两个的能力悬殊，那么我下哪我都不会赢。所以呢，它在这里面让两个同版本的 AlphaGo 一起对下，把这样子的一个数据收集起来，那你就可以知道，它可以在机房里面有成千上万的 AlphaGo 彼此之间两两对下，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左右互搏。好，那么也就是说，让两个不同的就是两个不同的网络来去就是可以两个版本的 AlphaGo 可以去互相扮演的不同的角色，来这样的过程当中不断的精进哦。好，那我们其实就是要借用这样的概念，那么 ChatGPT 能够帮助我们可以变得更为的有效率吗？我们来看一下。好，那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呢，我们首先看到了，就是这个是我们首先要来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哦。那么其实各位要了解，在现在很多的生成式的 AI，其实没有任何一种目前能够超过 ChatGPT 的一个能力哦。不管你看是谷歌的 Bard，或者是有很多的后起之秀，或者是像大陆那边的百度、阿里，他们不管推出来的哪一种的 AI，其实目前来讲都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很特别的能力。这个能力就叫做角色扮演。好，角色扮演。好，那到底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能力？我们老实说，我们现在也不清楚，因为其实在所谓的一个神经网络的一个
目前观察到的一个情况是，当这个网络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它就会涌现出一些前所未有的能力，而角色扮演正是其中的一个。那么ChatGPT 角色扮演能够做到多么的入戏呢？基本上来讲，今天我们很多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要用所谓的 prompt 来去控制它，来去让它来帮我们来做事，对不对？好，那但是呢，如果我今天想要去精准的去控制它，那你就会把 prompt 搞得很复杂，而且不一定可以达到你想要的一个目标。那在这个时候，其实往往我们只需要给他一个人设，告诉他你今天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这可以是一种职业，可以是一种身份，可以是一种名人，或者是一个你可以塑造一个他的背景，他是一个拥有什么样能力的人，他是一个什么样背景的一个角色，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个性。你只要给他一个人设，那么在你接下来呢，就是重新更新你的人设之前，或者绘画结束之为止，基本上他都会照着这个人设一直来去回答你的所有的问题哦。所以其实基本上来讲，在我们的求职或求学的过程里面，我们往往需要就像围棋一样，我们需要有一个陪练的角色，一个陪练的角色可以让我们不断精进，而且这个陪练的角色不是只是单纯的回我们的话，而是很重要的一点是，它最好它还可以帮我们去设计问题。因为往往我们在去面试的时候，我们会不知道求职的时候对方的主管到底会问我们什么样的问题，而我到底会不会表现得够好，而我今天要去回答的这个东西有没有重点，有没有放对。那这个其实是我们在一般的面试里面常常会面对到的一个困境哦。那所以呢，基本上如果今天有一个陪练的角色，他可以帮助我们来告诉我，哎，到底我今天要求的这个职务里面到底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问，那这个时候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方便的部分。另外一方面除了对于求职者以外，对于求财的企业来说也是一样。第一个其实很多人认为说我今天要去求财，那其实就要把责任推到各个的人资部门。抱歉，写 job description 去写一个那个工作的描述描绘，照老实说并不是人资单位的一个事情，因为基本上最清楚这个人要有什么样的条件的不就是用人单位吗？但是因为通常用人单位觉得说，尤其是一些技术部门，他会觉得说啊，我的重点是在技术，我不懂这些复杂那个人事的琐碎的事情，那么所以其实基本上也因此很难去把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他所想要求的财的形态很正确的传达，那当然没有办法很有效率的去找到他们所要的人。所以对于求财人来说，如何写出一个正确的 job description， 以及我如何把这样的一个 job description 能够列出一个明确可以评估的一个题目跟指标，那么我们希望它是有一个具变力的，而且基本上不要每个人都会答对或者每个人都答错，我们希望有区别力，而且能够真的看得出他的能力实力，而且这个东西可以跟我们要的这个 job description 里面的能力是相互连接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会需要知道什么样的人是会合格的，所以我们往往会需要一条 benchmark， 那这样有了一条 benchmark 之后，我们就可以来评估这个人到底答的是好还是不好。好，那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呢，我们首先就是要先让大家了解我们所谓的角色扮演的这个秘籍哦。其实给他一个人设极其简单啊，那么你就直接给他你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就可以了。好，那例如说我们今天假设说你今天想要去联发科或者是其他的一个单位去求职后，那你就说你是某某公司的一个技术主管，或者是你是他的一个，如果你今天是要去零售的产业，可能你会面对到的是采购部门的主管。反正呢，你今天要去哪个部门求职，你就让他给他一个人设，他就是一个某某公司。你可以指定某家公司，或者是你只要讲它是一个大型的什么什么企业就可以了。好，那么所以呢，刚刚我们谈到了角色扮演的这个件事情，有一个很重要一点是，我们的 ChatGPT 会去把我们这个过去所有说的话全部一路带下来，
的前提，那么就是因为他有上下文管理的能力。那这同样的一个上下文里面，他其实呢，因为 GPT 本身的模型就是预测下一个字，所以呢，它需要能够把所有的上下文给带进去，它就会基于上文来去继续的把内容呢一路的讲下去哦。所以你希望它要演得入戏，那么你就会要给它一个独立的对话的记录。好，ChatGPT 目前来讲，唯一可以让你保留它完整的一个上下文的，基本上来讲就是什么？就是要透过他的上那个一个对话记录，只要你离开了对话记录，ChatGPT 就像是喝了孟婆汤一样，什么都忘光光了。所以呢，只要在同样的一个对话记录里面，那你就可以让他可以持续的把原来讲过的话一路的带下去。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所谓的一个角色扮演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概念。那么你要在他进入到画面当中的第一句话第一句话呢就要给他一个人设，那这个人设给了他之后，他就会一路的以这样的概念继续谈下去。好，那所以呢，基本上来讲，因为他有上下文的关系，所以我想大家都知道，有时候有字数的问题，你就告诉他就写个继续，他就会继续写下去。好，那当然等一下我所做的 demo， 因为我为了要让整个串的过程可以变得比较流畅，我是用了ChatGPT 的 API 去做开发的。那所以呢平常大家会遇到的字数太长会中断，那我都已经把它写了自动继续，好，它就会自己继续下去。那所以呢基本上来讲所以我用这样的方式来去串，不过等一下我们会先用标准的 web 版的版本来去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实作的概念。好，那所以呢我们基本上要怎么样子来去做左右互搏来去做这样的角色，那其实你就是要需要打开两个 ChatGPT 来去作为我们的后面的演出的基础，对不对？好，那所以呢基本上你都知道ChatGPT 现在有网页的版本，有Bing的版本，那基本上来讲呢，只要是独立的对话记录，它们基本上来讲就是独立的两个不同的，你就可以想象它就是两个不同的分身，而且这两个分身彼此不知道自己原来就是自己的一部分，对不对？好，那所以呢基本上你就可以给予它对应的两个人设，那其中一个 ChatGPT 你可以告诉他你是某某公司的什么样的主管，然后这个会跟你想要求职的部门会有直接的关系哦。那另外一边呢，我们就当然就是一个被面试的人，那你今天也要给他一个人设，最好是跟你差不多的这样的一个资历，所以呢你可以在上面去写他有什么样的资历，什么样的背景，那么你的人设越详尽，那么他就可以模拟的越真实。好，那所以呢在这个里面我们接下来这个给他了一个主管的人设，我们就要从这个主管他要开始发出一个求才的需求，所以他要先提出他的 job description， 然后他针对他的 job description 里面去就是获得他的那个就是口试面试的题目。那么有了这个面试的题目，当然我们就要交给谁？交给这个负责扮演受测者的人来去回答。因为对于我们如果你是一个要求职的人来说，我可能会需要知道，我不但要知道题目，我还需要知道怎么回答，而且我还需要知道怎么回答还不够，它到底哪些东西还有缺点，还需要去做调整，那我还可以根据这样的结果来去做修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有一个陪练的一个角色，因为它就要扮演的发问，告诉我答案，以及告诉我还有哪些缺点，这几个不同的角色。好，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 ChatGPT 呢，它扮演的是受测者，它就会需要根据前面给的题目，再来一一的去做回答。而我回答给了前面的这一个主管之后，它在这里面就要去进行评估，
那来去确认说，哎，到底你现在做的到底回答的如何，够好吗？哪里还有缺点？其实对我们而言，我们需要不断的精进自己。其实，知道缺点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所以当然你不可能说，哎，我就这样子背下了一个答案。好，因为答案永远背不完。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是我们知道自己哪些是我们的缺点，那我怎么样子在这个缺点里面不断的精进。好，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在这个精进的过程去修正我们的这个人设，那有了这个人设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让它可以变得就是更为强大。好，好，那所以呢，诶，在我们接下来呢要来看所谓的一个就是这个的实际的展示之前，我们就先讲一下，因为我这个后面呢的截图这些都是基于那我写好的程式来去做到的，那当然你都可以在现在的 ChatGPT 里面来去实现。所以对你重要最重要的，我们讲说对于所谓的 ChatGPT 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prompt， 也就是你是如何去下这样的一个条件。好，那所以呢在这个里面，我们首先刚刚看到了，你今天要先对他们两个各自催眠，都让他们进入到他们的角色人设。所以你的第一句 prompt， 其实你要对于扮演主管的这个来说，你是一个什么什么公司的什么什么主管，这个就是你的第一句 prompt， 给他一个人设。另外一个呢，你的这个扮演受测者的人一样，你就写上你的背景，给他一个人设。有了这个人设之后，我们就可以让他开始产生我们的一个所谓的一个 job description。 对于求财的企业来说，他到底还有什么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所获得到的呢？第一个，我们如果今天是一个主管，我们今天要去面试，其实往往都会很头痛，我今天该问什么。对，这个其实我其实还蛮讨厌面试的，因为我每一次都会很烦恼，不知道该问些什么样的内容。好，那都是临时起意，但临时起意的结果可能不一定会是具有鉴别度。那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可以透过刚刚的左右互搏先帮我收集我的题库，而且我会需要知道说一般来讲一个怎么样的回答是一个 benchmark。 对我们来讲，我们基本上需要去得到人才，那我们也会需要知道怎么样一把尺来去衡量它。那么基于这一把尺，我们其实得到一个 benchmark， 我们再接下来去面对到真人的回答。这个里面就是我刚讲了有一点点残酷的事情，是如果今天我们大家开始用 AI 来精进自己，那个所谓的一个标准满分就符合要求的标准线一定会越来越高。好，那在这个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其实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标准，那就是如果你的专业技能或者是你的回答没有 ChatGPT 来得好，那么你可能在这样的面试里面就不会占有太大的优势。所以今天这个陪练的人来去陪练你，但是你应该要得到，你应该要表现出你比他更强大的部分。这其实也都是我们在过去一直提到的，就是人跟机器之间的差异。机器可以很完美的、很流畅的用文字来去把所有的专业知识列出来，但是机器没有真的动手做过，他没有参与专案过，他没有跟人沟通过，而这一些都是他没有办法提供的东西，而这些就是我们需要来进一步来去表达出来，我们人胜过了机器的其他的地方。